你谁啊？嘘，我是那个保洁。保洁？嗯。来人！我还要赔医药费。啊，哪有钱赔医药费啊？ 吴毅，你妈妈呢？妈妈她工作赚钱了。吴毅，妈妈，你，我今天过来是要要回吴毅的抚养权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有什么资格要回抚养权？ 我是武艺生理学上的亲人，他的二叔，我们齐家也是最近才知道了武艺的存在，所以我今天来接回武艺，把他带回齐家抚养。我们希望你能主动让出抚养权，毕竟你也只是他的小姨嘛。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回吧你。老板，算妥了。这几天把睡一觉就起了，不错。 忘了给你正式的自我介绍，我是你的线人房东齐墨。走，吴毅。对了，燕凯，这个房子有点年久失修，可以好好装修装修了。这儿给我换成花岗石的，还有那个屋子给我拆了，这干嘛？你去哪儿啊，吴毅？我们来课后训练。嘿。 在这儿找一个最好的房间，把我的衣服放下。好了，老板。大师兄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两只书包。喜欢吗？嗯。来，背上。哎呀，我看看好不好看？哎呀，呀，真好看！你来干嘛？搬家。 这个齐墨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好心哦，留下他，一定是有什么阴谋。不行，我得把他弄走。记上。控制力训练啊，就是这扎马步，现在扎得稳，以后站得实，最后啊才能站得空。你能不说话吗？ 你的确不能说话，但是为师可以。你看，这一下时间都忘了，重来吧。托，臀部核心要发力。你个女人，能不能不动手动脚的呀？ 给你二师弟示范一下。嗨，这个吴家家诡计多端呐，这个秦墨很难对付，这样下去不行。 小宝，小宝，吴毅，吴毅，吴毅，妈妈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二师弟带我洗香香啦。你。吴家家，你到底对我有何企图？你不要自作多情啊！给我！我上幼儿园迟到了，谁送我上幼儿园？
有你什么事儿啊？霍娇娇，你还说你不是对我不怀好意？两米。我们习武之人，磕磕碰碰在所难免。你要是接受不了的话，你就不要留在我武馆当徒弟。我再说一次，我留在武馆是监督你并照顾武艺，好让武艺堂堂正正的回到我齐家。我为什么要回齐家？你们两个要结婚了吗？才不是。别瞎说。别送我去幼儿园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用这世界上最公平且最公正的方式来决定。石头剪刀布，我赢了。哎，不，我还没答应呢。哎，武娇娇，你玩赖是？武娇娇，你这么缺钱，为什么抓着武艺的抚养权不放啊？他又不是你亲儿子。谁说他不是我亲儿子？谁说我母亲？我就跟他打架，打到他服。行，咱不打架了啊！我就是看你这样工作，挺辛苦的。我不辛苦啊，我要在这里把武艺养大。我姐姐只是失踪了，她肯定会回来的。我一定要把武艺还给她。小花猫，妈妈，我觉得你最温柔了，是吧？我也觉得我超级温柔的，所以我要找一个厉害的人保护妈妈。哎呀，我们家小宝这么小，就这么通透啦？那你有合适的人选了吗？有啊，二师弟。他哪里合适啊？跟我一起保护武馆，房东这么凶，还不敢对二师弟发火啊？他那个呀，是超能力。哇，二师弟还有超能力啊，那就更适合了。小朋友，你可想清楚喽，二师弟对妈妈可一点都不温柔呢。二师弟昨天把妈妈抱回屋，还用火烤小熊衣服。是吗？